好，接下来这个问题我问一下蔡博士哦，日元最近跳水了，其实你问一下这个周边的朋友，大家每个人都要去日本哦。好，那但是呢，有一些媒体的报道是说，中国游客因此出现了扫货狂潮卷土而来。那根据日本政府的数据统计，最近三个月赴日的中国游客人数比去年同期多了20%，但有人说呢，其实受益最大的是大陆。好，为什么会这样子认为？另外呢，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周一的时候在莫斯科也有特别提到哦，他说基本上包含俄罗斯跟中国在双边贸易中已经停止使用美元了。这两个问题一并请教你。从中日的贸易来讲，当然是中国卖到日本的少，日本卖到中国的多了，对，大概是。所以如果说日元便宜的话，中国进口的一些日本的半导体材料啦、物料啦，或者其他化学品啊、医药的话，这个当然会相对便宜嘛。不过这是短期现象，短期现象啊，短期现象了，因为破155，可能日本就会政府要准备出面干预，因为它有庞大外汇准备干预，这个不是问题啊。那只是前一段时间他们希望说贬值可不可以带来通货膨胀，因为日本没有通货膨胀，就是全世界最搞笑的国家之一。所以中国大陆通货膨胀温和一点，就是说通货紧缩，通货紧缩，日本根本就没有通货膨胀，没有说他利息从负0.1变成正0.1。这是伟大工程。反正日本这个国家已经被安倍晋三搞得不能喘口气，那安倍经济学说难听点根本就是无数理了。但是现在就是短期资金移动嘛，就是怪美国啊，也怪日本，真的相信美国。你看前几个月一直敲锣打鼓，我们会降息，我们会降息，三月会降息，二月会降息，就很多国际金融机构都把资金哈从美元抽到了日元去了，就发现不降息，短期资金就跑了，又回去了，又回去了，所以哦，搞得日本一头乌压压的。那你不是赌六月降息吗？我是认为六月。那我的理由是说，因为美国通货膨胀可能在4-5月会降下来，这三月还没降下来嘛，哈，因为只要通货膨胀速度一缓和的话，啊，这个因为什么？为什么美国会降息不可？因为它现在公债利息4.5%，就非常高，对，然后这个会拖累到它的经济成长，它经济上已经开始缓下来了。因为他现在的经济成长完全靠财政赤字，没有别的理由，全部靠财政赤字去借钱呐、来补贴台积电啊，去借钱呐、去补贴军工呀，全部借钱来的。那这种赤字财政预算是标准的凯因斯的模式，它会有一种现象，就是说它效果要拉长哦，一定要把利息降低。如果利息拖得很高的话，就是阻碍它乘数效果会不断的递减。就是我本来花1兆下去，我可能会创造 GDP 连续10年哦，总共几兆。就利息太高的话，防止它的乘数效用往下降，好，就是投资额跟 GDP 产生的比例，这个叫乘数。那所以那个联邦准备也面对很大的压力啊。可是他不会去管理日本什么什么人民币，他管他自己也来不及了。就是国际金融机构就是好事者，哎，亮哥，听说要降息了、真的吗？哎呦，赶快就把资金移动。他一移的说，哎，怎么又没降了？我赶快跑回去。因为国际金融机构应用短期资金哈，是用每天在算的。对，啊，那顶多撑个1个月、2个月就不错，而且金额都很庞大。所以一来一起啊，就把那个那155以下，我判断这个日本可能一定要干涉了，因为通货膨胀也不起来，被阿亮嘲笑0.1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加上说，因为日本进口哈大涨，那有些特定行业整体通货没有膨胀，像比如进口棉布的 Uniqlo 就哇哇叫啦，因为日本自己没产什么太多棉嘛，很多民生工业受到影响，这个日本政府大概正要伤脑筋吧。好，最后一点时间，我要请亮哥来帮我们讲一下，这个光刻机的巨头 ASML 决定不走了，要在荷兰总部附近探索他们的扩张之路。他当初要走纯粹是那个极右翼政府上台，对外国人进来要限制，是因为他有很多员工是外国人啊，可能双方已经谈了啦，谈好了，对，所以就可能那个新的政府跟他谈好了，因为荷兰的新政府到现在还没有上来，因为他要组成一个多数联盟啊，现在搞不好因为这种议题所以凑不出来啊，因为阿斯麦尔不是唯一的一家要离开的啦，
所以他可能是做了让步了，为了能够阻隔成功。嗯，那上个月底这个荷兰政府有公布一项25亿欧元的计划，你觉得对 ASML 最后决定要留下来有影响？我不认为，我认为主要是雇用的问题，主要是雇用的问题。对对对。哦，所以双方现在已经谈妥了。对，我认为应该是。哦，那 ASML 本来就打算要继续留在这吗？他本来要去法国，他也没有要去美国了，就是还是要留在欧洲了，就是相对不歧视外国人的地方。嗯哼。那如果荷兰新的政府愿意让步，他干嘛走了？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我要请亮哥来帮我们讲一下，现在菲律宾哦腰杆似乎越来越硬了，因为他们已经要开始清理国内的亲华派。第一波打击的对象呢，就是瞄准手握实权的地方诸侯，还有封疆大吏，尤其是到目前还在坚持跟中国合作的人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小马可是？他不一定做得到啦，这个是嘴巴在讲而已。态度摆出来。那杜特地是算什么？你干脆把那个副总统给换了。而且菲律宾的，你如果去过菲律宬，你就知道了，他的1%的富商几乎都是华裔。所以你怎么可能跟中国没有关系？菲律宾连航空公司都是华裔啊，那个首都银行也是华裔啊，然后最大的那个百货。公司连锁店也是华裔啊，都是华裔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话谁讲的啦？我相信不是小马可是讲的，就有一些人呢、啊，可能就是有一些特殊的人嘛，这不稀奇嘛，这个菲律宾相对对华裔是比较平和的、欸，因为你去看东南亚的国家，都有很多都有不幸的历史啊，菲律宾相对是比较少的、欸。所以你说他要怎么样去跟中国啦、华裔啦保持距离，不容易啦，不容易啦，有相当的根深蒂固的关系啦。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，真的很有用啊，所以要分享给大家，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吃了2-3天，真的有明显的感觉，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。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，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，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。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。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，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，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非常的强大。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。而您知道吗？有1000000篇国际研究证实，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，这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于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，真的是很有感。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轻轻松松，没有负担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, feel good。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，也记得输入推荐码，有额外的折扣哦。